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本期《中国文艺》，我是主持人孟胜男。冷面笑星方清亭以叙述故事的传统单口相声而闻名，既无过多表情，也无太大身段，似与您聊家常，但是句句幽默至极，段段切中时弊。在《谢天谢地你来了》中，他淡定自如地与演员们对戏，语气轻松自如，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没有剧本，未知情景，他是学生还是老板？岳总，当一切都是未知，看实力演员如何应对，看金牌主持机智作答。这是谁啊？我媳妇儿叫什么？哎呀，看相声演员见招拆招，看歌手现场渡过难关。欢迎收看本周《中国文艺》，演技实力派。有人说我是冷面笑匠，大三立在世，这您等于是骂我。有人说了，有这么个人，光头大眼，四方大脸，蔫头蔫脑，絮絮叨叨，一袭长衫，有点面瘫。没错，这一准是我。我最擅长的呢，就是喜剧创作。我的作品呢，也曾在以往的春晚舞台上啊呈现过。方清平，你摊上事儿了？你都多大岁数了，睡觉还尿炕？这次我将以我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我的喜剧作品，势在必得，笑翻全场。谢天谢地，董事长，您终于回来了，您的二位朋友已在此恭候多时了。董事长，哎呀，董事长您好。董事长，对不起啊。你们俩打起来了？没有，这咱们今天不是第一次见面吗？你看就造成这样，但是不赖我们呢。赖谁？您这酒厂开了这么远，这爬山爬上来的。是、啊。还有一个，我有一点不是很明白啊。嗯。您为什么要把这个酒厂开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啊？我不是怕工商局找着咱们吗？啊。对啊。哎，董事长。嗯。您也是爬山爬上来的吧？对。哎，您怎么一尘不染呢？我走地道。这下回啊，还得跟着董事长走。去，这自己没法。你们两个坐吧。嗯，谢谢董事长。董事长，嗯，我们这次来啊，嗯，主要是想品尝一下贵公司的头牌名酒。对，四锅头。嗯嗯，哎呀，叫扶墙走，扶墙走。哎，董事长，嗯，咱们这个名号是如此的响亮，嗯，那想必他一定有个来源吧？那当然，那当然了，当然了，这是我们董事长啊，在做下酒菜。也就是拍黄瓜的过程当中想出来的。拍黄瓜？哎，这是怎么通过这个拍黄瓜想出扶墙走这个词儿的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对，我跟你讲啊。好，还是让我们听一听董事长是怎么说的吧。哎，我拿菜刀拍黄瓜，菜刀掉地下了，把脚扎了，我就扶着墙出去找医院。后来我想酒就叫扶墙走。响亮。哎，董事长，我还有一件事不太明白啊。你说咱们这个酒，我在各大的电视、报纸、各大电视、广播上面从未看过咱们这个酒的宣传。嗯。但是奇怪的是呢，咱们全国上下真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对。所以我就想请问董事长啊，嗯，咱们这个酒是用什么来宣传的呢？传销。啊？传销。哎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对，那咱们这样，闲话少叙，品酒。来，稍等稍等，董事长啊，那黄养泉啊，那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啊，按老规矩，按老规矩。好，您稍等啊。嗯，老规矩，老规矩。哎，哎，不是，哎，董事长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这就不知道了吧？这个是叫保险柜。啊啊，对，是啊，这个是能热东西，热油饼啊什么的。哎呀，那是微波炉，董事长。董事长太开玩笑了。嗯，我是说，为什么要没收我们的车钥匙？对啊，因为是酒后嘛，不能驾车嘛。听到没有？我们董事长为什么能这么说？嗯，董事长啊，对此事有着一次沉痛的教训。对，我就是酒后驾车撞死的。啊？董事长撞死了一只狗。
哎，董事长幽默嘛。嗯，有一回啊，董事长在外应酬，嗯，完事之后呢，自己独自驾车回家，嗯，喝多了，对，没有了音信，家人非常着急，嗯。第二天，我们在郊区某村头的东村头一棵树上，发现了董事长的车啊。在村的西头一棵枯井边上，发现了抱着方向盘熟睡的董事长。不是，从那以后啊，我们的董事长不论何时何地与何人一起喝酒，他总是会把在座的各位车钥匙收起来，嗯，为了大家的安全。这么做是对的，董事长。但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您的车在村的东头的树上，嗯，而您却在村西头的枯井旁吧？对呀，抱着方向盘睡着了。嗯，不知怎么回事啊？我那天喝多了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咱们继续品酒吧。好啊，对对对，来，为了咱们首次合作，首次合作，来，哎，稍等，稍等，稍等，二位，我们的酒啊，可不是这么喝的。嗯，要想真正品尝出我们扶墙走美酒的甘甜，嗯，是有一套程序的。对，啊，程序。下面就让我们的董事长为二位演示一下，嗯，喝酒的程序嘛。这就是量，嗯，啊，这就是量。那手不能扶着，嗯，扶着罚三杯。哎呀，我准备进100家，嗯嗯嗯，150家，150，定这么多。哎呦，太好了，二位真是幸运啊。哎，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，董事长才说的，嗯，说现在无论任何企业或者是个人，一次性订购50箱以上，有15项优惠的活动。对，15项，那。有哪15项啊？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，我跟你说呀，嗯，还是听一听董事长是怎么说的吧。作为表情帝的相声演员岳云鹏，被观众们亲切地称为小岳岳。相声演员仿佛天生就有着随机应变的能力，在舞台上挥洒自如，笑点不断。岳云鹏因一首五环之歌红遍了大江南北。机缘巧合走上这条路的他，刻苦练功，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。在舞台上他幽默风趣，表情丰富，只要有他的地方就少不了欢声笑语。岳老板，岳老板你好。您终于来了，您终于来了，等您半天了啊。是吗？哎呀，真帅呀。老板，我一直想问你一个事儿。您说。您一直说呀，说人脉，人脉，嗯，成功所在，嗯，受苦受难受伤害就是不能伤人脉，嗯，这句话你也一直教我，嗯，可是我就不太理解，您说啊，您是怎么通过这句话把人脉关系处理得这么好啊？人脉关系嘛，啊，你就不能割脉吗？对，人是有脉的，哦，你把这个脉咔给割了就没有脉了，哦，心脏就不跳动了，所以说这个人呢一定要有人脉。哎，太厉害了。你请坐。我坐那儿吗？您当然坐那儿了，上座。我以前一直坐那儿吗？对呀。太好了。老板，哎，请坐。岳总，岳总，哎呦，岳总，老岳，哎呦，老板，会所开张，哎，恭喜恭喜啊。哎呦，真不错。嘿，老板，这就是我的脉啊。这是哪根脉啊？动脉，最好的朋友，我你都不认识啊？我跟岳总是合作伙伴，啊，是吗？哎呦，那你们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们俩认识那才叫绝对的缘分。那是，是吗？我们两个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就认识了。啊啊，稍等一下。
老板，哎，你看啊，人家拉拢人脉啊，嗯，都是通过什么请客吃饭啊，嗯，送送礼啥的，嗯，你看你怎么就通过等一个红绿灯就能把动脉给搭上呢？是这么回事啊，那天呀、啊，这个动脉啊，他在红绿灯那儿他要饭，要饭，嗯，他要饭，他就跪到我跟前儿，知道吗？他就求我，啊，求我，哎呀，给口饭吧，给口饭吧，我是动脉，啊，后来我就给他吧，啊，后来我们俩就认识了，就成了最好的朋友，对，红绿灯嘛，哎呦，天哪，岳总不是那事儿，我跟你说啊，啊，我之前啊是做灯具厂的，专门生产那个节能灯，知道吧？节能灯。岳总一听说你那个不行，别干了，跟着我干吧。哎呦，岳总，要不然怎么说岳总就是岳总呢？这一干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啊！是吗？你知道岳总跟我一起干的什么吗？什么呀？红绿灯。哦，就是那个你的节能灯不干了，开始做红绿灯了。对，厉害。老板，做红绿灯那么赚钱啊？那是，是啊，那是多少个红绿灯啊？哦，北京城多少个红绿灯你数过吗？我也没数过。哦，那么多红绿灯了，我就做三种颜色。哪三种？红色、绿色、黄色，都卖给他，然后他卖不出去，就在红绿灯那儿要饭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嗯，要不怎么说人家岳总厉害呢？是是，卖不出去，帮着我卖，我们就合伙干。嗯，这样我们两个又是很好的合作伙伴，又是很好很好的好朋友。那是。哎，岳总，哎，咱们下一步做点什么呢？做一个黑灯吧。黑灯啊，黑灯，好主意。好灯。这样，岳总，嗯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赶紧，我去按照您说的，嗯，去安排一下，好，去布置一下，好不好？做黑灯，对，好，好嘞，嗯，你不用送我啊，我先走了啊，我没送你，你不千万别送我，没送你，忙，我别送我，别送我，我去安排了啊，行，再见，我没送你，再见，岳总，哎，岳总，哎呀，岳总，哎呀，生意兴隆啊，生意兴隆，秘书，哎，介绍一下这是谁？好的，不是，哎，老板您请坐，岳哥，嗯，这我都不认识了。啊哦哈哈哈哈，哎，生意兴隆啊，您是地铁要饭那个啊？哦，和刚才还是一伙的。哦，你看这怎么胡说八道的呢？啊，我问你啊，你跟岳哥几年了？七年了。几年？对对，哦，这才是岳哥手底下的人呢。啊，岳老板请坐。来来来，坐坐，岳哥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？哎呀，行了嘛，吃饭家伙。啊啊，那你们合作什么项目啊？哎呀，一看就是忘了。咱俩那个项目，哎，他卖红绿灯那杆儿。哎呀，岳哥，你看你这个记性 啊！我告诉你，嗯，我和你们岳总。第一桶金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养奶牛赚来的。养奶牛？养奶牛。不赶趟了，不赶趟了，快，良辰吉日到了，咱得把红布翻下来啊。啊，接盘啊，接匾，接匾，来来来来来，岳哥，来，岳老板，还是老规矩，20秒倒计时，啊，我们一起数啊，好，预备，走，3、2、1，对。来，岳总，我想问问你啊，这个咱们是干养奶牛起家的，那这奶牛和这酸梅汤会所，它有什么联系啊？分店，那就这是酸梅汤啊，咱们是奶牛啊。这个店卖酸梅汤，我有一个分店。是卖奶牛，卖牛奶。啊，老板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多了。对对，你不知道多了，嗯。为什么？然后，
因为啊，这个奶牛它能赚钱，牛奶能赚钱呢，对不对？对，酸梅汤也能赚钱，所以说就都干都干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呀，月哥，你看我这后边还有点事儿啊，走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行李请走。行，哎，别送，别送，来，我没送，我没送，我没送，哎。我一直啊想问你个事儿，就是。你本是京剧行的一位票友，你我二人约定要弄一个京剧的票社，哎，可你倒好，哎，弄了个什么破酸梅汤，你真对得起我，岂有此理呀，哼。快和你的这是什么脉解释一下。你怎么来了？老爷，是你言道，你的会所开张之日就是你我唱戏之时，今日你的会所开张为何不通知于我，连个短信都不有，真真的岂有此理呀，今日你是唱也得唱，不唱也得唱，我们老板肯定跟您唱来。这是我的兄弟，给老爷穿上，今儿不罚你，嘿。我们老板，看咱们老爷，嘿。相安相与问，离。该是时不离兮，追不是追不是兮，可奈何？该你了，该我了，该你了。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有幸把你留下来，悠悠的唱着最炫的民族歌。自2010年亮相春晚后，贾玲积累了深厚的群众基础，充分发挥自己的喜剧天赋，并与多档综艺节目结缘，永远接地气的她得到了众多观众的认可。贾玲卖力的演出给人带来了惊喜和欢乐，也让她在喜剧界独树一帜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贾博士，您终于来了。好，都来了啊！我贾博士，先别动。怎么了？太好了。嗯。等我半天了吧？啊，是是是。好的好的。哎，等会儿，贾博士。怎么了？您别动，您忘了吗？红外线是吧？是不是有红外线？终于想起来了，这是特别复杂的。哦。这是您设计的，您忘了？主任，我还是带您过吧。对，我也觉得。我走一遍之后，您跟我做。好好。好吧，没有问题。先这样，因为您设计的红外线是为了防止这个实验室被盗。重要科研成果不能落到别人的手里，当然当然，所以这个红外线绝对不能碰，一旦碰到了实验室就会爆炸，这是您设计的，要爆炸。这是第一道线在这儿，哎，贾博士，您要跟我坐好 ，OK， 平稳，把这个手举开，好测量距离。哎，对对对，找了找，哎，注意注意，别碰到线。好，到了到了，来，贾博士，这条线在这儿，好，您来，你刚才过的时候这条线在这儿。啊，对，我这是这条线，它在不停的移动，来，贾博士，您来。对对，测量一下距离，您测量距离，测量距离，迈过来，迈过来，来，好漂亮啊！哎，好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第一关，第二个比较复杂点吧，是这是一个比较低一点的。小马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啊！你斗鸡眼了吗？我看一眼。我再看。好的。小博士，看好了。好的。这有一条线，好，移动过来了。好，再躲一二三。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小博士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我是女的呀，来，贾博士，注意啊，这条线在这里啊，低头，贾博士，低头，来了，线了，跟过来，快速度，快，好，哎呀，好，太危险了，贾博士，非常好，
我们还有最后一关。好的。这条线也不确定。不确定线是吗？是的。首先要低头，低头，低头，低头过来。对对对对。哦。然后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是一定要。啊！好漂亮漂亮。来，小博士，小博士来来，头低下来。哎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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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慢游慢游慢游，慢游，最后一后往后往后往后，走走走，小博士，小博士，来来来来来，好好好。我先问您一个问题吧。您说。我特别好奇，您说您从小呢，就想配置这个隐形药水，那么我特别想了解，那是为什么在小时候发生一些什么样奇怪的事情，想让您立志要发明这种隐形药水呢？这是一段非常悲惨的回忆。哦。每当说到这个时候，我的心情都特别的沉重。哦，这。还记得，那是一个冬天。不堪回首啊，太不堪回首了。那一年我去参加模特大赛。这是真的？真的啊。站着一排 beautiful girl 啊，都特别的漂亮，身条都那样啊。其实你也挺那样的。对，我是那样的嘛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志，我不想让大家看见我，我自卑，我想发明一个隐形的药水。隐形的药水让我喝下就变瘦。好啦。刚才节奏好快的。当然。是这样。您提前跟我说过，有七种配方是不是？当然。我突然忘了是哪七种配方啊。都在这儿吗？是啊。橘子汁儿。橘子汁儿。苹果汁儿。桃汁儿。桃。梨汁儿。可乐。这是什么？可乐呀。哦。哦，可乐，明白了。对，村里人听不懂英文，你。我爱喝这个。这你刚打上来的哈？这是不是雪碧？雪碧是这个。拿混了。西瓜汁儿。哦。明白了。把这几样东西配在一起，就会有隐形的效果。你还让我准备两样东西，我全都准备好了。这是您说的添加剂。贾博士给。小马给。您说的这两样添加剂就是老醋花生米。对。还有四川泡菜。当然。这个跟咱们科学上有什么解释吗？当然了。当然。你不信，你先尝一口。我尝一个这个，尝吧，放了一下午了。酸的，对吧？对对。所有的这些东西里面，喝到最后都是甜的感觉。所以我要在里面加上一些泡菜。泡菜。一想到泡菜，就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。那是在一个深冬。我去韩国，就是思密达那里，在思密达那边，我学了一种泡菜。那个时候，泡菜酸得我的牙龈到处都是口水。我就想，为什么我不能把泡菜加在我的隐形的药水里呢？就好像那首歌，隐形的。停。就是我想再听你唱第三句，可以吗？不会。好的。配置药水，来。小马，你配置啊。我都记住了。好，配方我都记住了。七种果汁各抿一小口，放在二锅头里面，和四川泡菜一起服用。这就是隐形药水吗？当然了。我们成功了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呀。对，放下。还没有完全完成呢。怎么呢？不是说了吗？啊，他配置完成后，他要念一段咒语，隐形的药水，
你别着急，我给你拿行头了。对，准备行头了。来。哦。贾博士，我们特意准备了一个大的。这是什么呀？马甲，来伸手。好。哎，这大吗？我穿得进去吗？行行行，挺好。好好好。准备好了吗？你们俩的呢？我们俩就这身。我们是辅助啊。好。好，现在我们干什么来着？您念咒语，我们给您伴舞啊。OK OK OK。好，开始。哎。咒语啊，咒语，我每天跟我做啊，健康五分钟。哎，世上只有胖女人，没有懒女人。小马，回来回来回来，把它背一下。Daughter。哦。不是都脱了，你还不脱？要脱衣服吗？没有，我就大褂要脱了呀。哦，怎么了？啊，你有什么感觉吗，主任？我怎么感觉胸口热热的呀？我感觉胸口有点凉凉的。啊？啊，是。那这个反应是对的吗？当然是对的了。我现在感觉胸口一阵热一阵凉。不是吗？嗯。我们现在隐形了吗？当然隐形了。啊？啊？北京风太大。不是，王主任，哎，我进来了啊，进来吧。你干嘛呀？我不是要配药水的吗？王主任，哎，王主任，王主任，老王，你别闹，王主任。